我们已经在，呃雅鲁藏布江沿线打造了一条长约一百八十公里、宽度达两公里的绿色长廊。生态防护林建成以后啊，拉萨贡嘎机场原来的风沙天气从每年的两到三个月，现在已经下降到每年的十几天。然后幺零幺国道每年都有因风沙，呃拥堵，造成那个道路堵塞的情况，但是近年来就再也没有发生过。